老师，我们尼嘎的83到86，哎，艾迪哈利古老师，先别他给 BB。今天我们继续做一下他的练习。83，来，83里的切老派几吧哦。教练哪项不属于闽式家具的特点？选项里的派吧哦。不会变形，不要钉直，都会有装饰处，符合人体结构特征。结构特征，OK。下列哪项不属于闽式家具的特点？奥婆别话，天马宝那白哈嘎的闽式家具的特点呢？不如我们来干你们么些啊来的？好啦，所以老师干你们些还有图表里面，哎他妈的酷嘎呗，干你们么些啊，宝那。不会变形的，不么变的吧？不的，不属于钉啊，sorry，不用钉子，但你我们懂它不的，多会有装饰图，你要多少片？哎呦，这啥子呢？玻璃的不咯？哎嘛，所以它吧的，符合人体结构特征，人体结构特征，路也不咯？看那个地上蹦出家家的呢的，该你母系吧的。好，那么答案会是什么？都会有装饰图。对呀，都会有装饰图的。来，84里拍宝。第二段中"虚目如金"最可能是什么意思？提高家具的售价。将木材看得很宝贵，花大价钱购买木材，质量好的家具比黄金值钱。提高家具的售价的。哎，那不是我家也养车买新农谷面点买的，将木材看得很宝贵的，把侬得打我，把侬养个打木机的，塑料片面嘛来的，花大价钱购买木材，设计卑鄙多的，得打的歪巴来的，质量好的家具比黄金值钱，挂了地高呢，把侬哎，那不是我家就是的家的，水太了嘛，打木机吧来的。好，那惜木如金说的这边吧嘞，将木材看得很宝贵，对的，好，85的宝宝，闽式家具为什么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海外需求量大，有相关政治支持，手工业取得了进步，输出运输条件便利。闽式家具嘎的，为什么巴皮鲁博诺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哎呀，个刚木呢，不苗都得木亚西啦来的。海外需求量大，海外嘛都也六安木的，博诺哪个家嘎？哎呀，我呀，我那在家的六安的家六八的，有相关政策支持，都那不得比如博诺波罗西里亚，他看阿贝塔的话，我个我也买六八六年六博诺，哎，他为扒皮买不六六百买六八六博诺，六苗里的。手工业取得了进步，的还没的个，那还没的个，阿嘞都在木西拉路里嘞。苏州运输条件便利，苏州嘛，运输条件的不少是对一个，新比拉路吧阿嘞。好，阿是闽式家具的个，把皮路阿路没有，烟雾都得拉拉嘞，烟雾过来的刚拉拉来嘞。苏州运输条件便利。啊，哎，这么标啥了是吗？就是运输条件便利不？就是对于不少人来，锣鼓啦嘞，多家木路嘞，都也过了地点面啦啦吧？是这样吗？不比如看一看啦嘞，不比如喇叭啦嘞，不比如滴答啦嘞，哎啦巴掌呗。手工业取得了进步。对呀，手工业取得了进步，手工业都得了路过嘞。好，根据上文，正确的是第阿波萨达亚曼干那嘎巴勒苏罗的，来 A B C D 里拍榜86个。闽式家具都很轻便，闽式家具仅在苏州售卖。闽式家具的生产技术极高，闽式家具的木材都来自东北。闽式家具。
多很轻便，明式家具多多咩咩阿里巴巴，比如不喏，东比瓦拉斯比的不喏。明式家具只在苏州售卖，哎，明式家具里个苏州嘛呗，洋菜了啊嘞。明式家具的生产技艺极高，明式家具的业透露木那个你别伢呀，烟个面麻巴嘞。明式家具的木材来自多来自东北明制明制。明式家具的呀，我那老婆转都也够家的是不？那地的大的呀，人家都要偏东北呀，你压了吧的。好，答案是什么？明式家具的生产技艺极高。明式家具的生产技艺极高。对了，好，继续往后。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哎，今天。第二去看嘛，不喏，啊，因为这里森林里没得路啊嘞，喵喵啦嘞但忙碌的工作令很多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他们，特别没嘞，路喵喵啦嘞，路地卡不喏，路大有屁事嘞，第因为这里森林里过，弄老的上下坡对不喏，弄老的请你们细致过嘞，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特别的闹脾气不对，宠物智能。可穿戴设备应运而生，宠物里的那三年对吧？那智能从个互动的 smartphone 里面有，那 smart 可穿戴里面无线路亚的设备系列个，而且应运而生，皮薄拉比里的，脱薄拉给巴比的。目前的宠物智能可穿戴设备，哎，里酷。老在把那地图透露比大，地图里三年就透露出来 PC 里啊，怕来说可实现宠物的健康监测。都是像你的肩膀一个，都要监测病没，CCTV 没，位置监控都陪那么要你嘞，陪你阿妈嘞，所以还过上级病没。宠物社交，你宠物都是像你，不那都是都是像家里嘛些 social 的呢，以及人宠沟通等功能，路那都是像你也不那都是像一翻新啥的片，路翻新的伢一把啊不呢，以人宠。沟通功能为例，OK，啊，是人宠沟通。卢纳德雷森是善于反省我，马他与比我们说，虽然宠物跟着主人生活久了，比宠物啊不能半心内，但肯定你俩加多比，关系会变得非常亲密，因为我经历多加比，但是主人却依然无法完全了解他们的想法。主人啊，不，那都也对个，都把你身上你嘞，都把你脾气你嘞，说了，或者另外哪里哪样模糊。如果你的宠物戴上了智能头戴式耳机，这个路你也宠物啊的，第把弄的 hello smart 不呢？头戴式刚好你戴呀，耳机表面声音 hello smart，那这个你戴上面声音呢？耳机内部的微型电脑的耳机也他妈把那个米的对啥里个，就能扫描它的。那个脑电图都也往脑天嘛，把你的本物都啊 scan 出来，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处理，比如哎一下我都啊变比较 analyze 快嘛啵，喏，最后通过扬声器脑松嘛，哎 speak 啊鲁哈内，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鲁达的也是干内，滴答的三八声啊你来说啊，不要变嘛吧的。尽管目前该设备所分析出来的宠物想法非常有限。酷宝，那阿里设备是一样的嘛？你这里山里也对考过，拍打个，你代表么拍难的宝，那就是干得他的宝，那就是能也老白表难的到那边。仅有我饿了，我累了，那个人是谁？等最简单的语言，第二的宝呢？独白山那边不，北门那边不，哎，另外不读嘞，啥些的阿里有些呢？语言的骨肉都漏奶奶不呢？不过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的做进一步研究，历来的读这个，然后 update 不呢？是比如历来内容嘛，别的，希望能读出宠物更加复杂的想法。你这里三里的也不呢？不没收腿的对口的个拍奶不准，对吧？弄你家来的，让宠物智能可穿戴设备说出更多的句子。第。这里三里戴的不能，里 smart 耳机呀，不能，穿戴设备干的，父母面边的我家里过的，不要脱了，我们都说你来你家这吧的。正如智能手环，比如智能手环不 smart 啊，不能，手环是 lego 不能，lego 的智能手表啊，就手表是说话不。
watch smart watch 哪一地方呢？等设备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一样。如果你也不忘乎变了难度的变了多的路吧呗。宠物智能可穿戴设备未来或许也会改变人类养宠物的方式。那干嘛嘞？路达里吧，那的宠物狗美的吧，那对上你的美女的蹦上过来，变来变来嘛的嘿的。好，87里拍几吧。现在的人们养宠物有什么难题？没空照顾他们，要办理许多手续，跟宠物治病很贵，宠物会妨碍人们做家务。现在的人们养宠物有什么难题？库克鲁里亚不，那宠物我母一年看嘛，都是我爸开开的，别在哪里睡的来的。没空照顾他们，都是我照顾过的，亲们呀，我骗你来的。要办理许多手续的，手续的，年纪六十下去的。给宠物治病很贵，宠物不的，谁顾大悲哀了？养过自己的里的，宠物会妨碍人们做家务，宠物噶的路大的不，那的应该是路大过的，妨碍的，闹些比麻烦的。嗯，没空照顾他们。没空照顾他们，对的。都如果上下不转，请你们细品呀嘞。好，88。人宠沟通功能可以规范宠物的行为，控制宠物的情绪，让主人更了解宠物，向宠物传达主人的命令。人宠沟通功能，人宠沟通的翻新啊，不如撇些奶奶所言呢。规范宠物的行为，宠物也比如母牛不，那不比如生的家多子的。控制宠物的情绪，宠物也是看啥结果的。控制怎样了是吧？滚出笼来呢不？让主人更了解宠物，主人我宠物不比如哪来子的？向宠物传达主人的命令啊，宠物水果的，你主人也没有不？那传达比把没的。主人啊把屁时间呢把那宠物量比较多比较麻烦的。让主人更了解宠物。对，让主人更了解宠物。好，89。根据第三段，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是为了完善宠物医疗服务，救助无家可归的动物。确保养宠物家庭的安全，解读宠物更复杂的想法。完善宠物就是根据第三段哎呀所以不能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是为了你立了的路亚不能那他特别 FDP 让立了的嘎的把它断了所有的完善宠物医疗服务，你宠物的不能孤单的卡不能不要刚我多少钱路吧的，就是服务规模不能文商务规模不要刚这钱路吧的，救助无家可归的动物，因边是 MC 的动物里的孤的孤你背钱路吧的，确保养宠物家庭的安全，你宠物因为这里三里的没的营业不能 safe 屁目 safe每人一年，我那随便随便录吧的。读懂宠物更复杂的想法，读懂所以那时候，解读吧，那训练比较吧，那拍加倍嘛，那宠物更复杂的想法，宠物也不比较受推的，对考虑不不好的。好，把比如研究了嘞，解读宠物更复杂的想法。嗯哼 ，OK， 解读宠物更复杂的想法，对的。那咱们读了四遍，就在你家了，不弄来90。下列哪项最适合做上文标题？嗯哼，养宠物的注意事项，宠物行业的调查分析，科技改变养宠物的方式，宠物治病的预防与治疗。嗯哼，
下列哪项最适合做上文标题？奥马博诺贝德切嘎的啊，巴雷迪贝阿博诺迪迪萨巴也刚子撇波不着电着巴的嘞的。严宠物的注意事项，宠物里没怕的，没得卡在，不能比如说也没哈的的。宠物行业的调查分析，宠物行业呢，不代表不能适当搞起来的。然后是科技改变，科技改变对吧？你比人家哎呀，不能改变他们的。那个养宠物的方式，宠物里没怕的崩展，不能养宠物的方式没得崩展。宠物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宠物有感应的，不得比如酒店高规模内治疗孤单目的吧的。好的，白哈嘎，第三把也刚正撇点的来的。科技改变养宠物的方式。对呀，那是对吧？你干嘛嘞？把我们这里省里的美好，比如你说。对吧？你别讲吧。那科技改变养宠物的方式，养宠物的你俩你给我表嘞，哪几把嘞的？好的，数学里多几枚？91，得去了，公路拍几把哦。他犹豫要不要辞职，还在。那我们怎么写？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辞职。对的，他还在犹豫，读个阿嘞，犹豫你在吧阿嘞，犹豫谁呢？说对位了不呢？读啊对位你在吧阿嘞，要不要辞职？辞职应刚木啦，没刚木啦，辞职要木啦，没辞职要乌啦，说让的不得必要嘞，读个犹豫犹豫，所以对位你在吧阿嘞，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辞职？OK，92里拍几吧哦。写作业余时间，他经常利用。那怎么写？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对的，他女字旁的他呢？你的 Q 赛没？他经常，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对啊，没得没得，阿拉群里头东差比较的写作，啥意大利漏把的，啥意大利把的漏掉不呢？好，93。玉米的营养价值高非常。那怎么写？玉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对，玉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就是说，你边铺也不能哈拉得嘎的，哈拉得不嘎，烟过密码的。好，下一个94。昆虫种类有多少种？目前已知的，那怎么写？昆虫种类有多少种？对的，目前已知的。昆虫种类有多少种？目前已知的，也可以嘛？我那地系比大撇点的昆虫种类，昆虫所说的不，因啥不嘛里的没有啥嘎的，有多少种不能没有系比来的？好的，95。参考这些值得我们研究成果。好，那我们怎么写？伊里拉的 result 呀，不呢？阿罗的国家的呢，不呢？国家不占不写的，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参考。对的，这些研究成果，成果。值得我们参考，对的。你研究成果里个，只能说参考不准，但吧嘞，只能说参考点嘞，累了点嘞，不能。好，96。走吧，我的经营梦想是一家。那我们怎么写？我的梦想是经营一家酒吧。对的，我的梦想是。
我的梦想是，这那也是个英文个皮巴的经营一家酒吧，也巴里的酷不呢？经营起来，来吧起来，露起来不呢？这那也是个英文巴的。97赔偿保险公司都全部的损失有。那怎么是我们怎么写？有保险公司赔偿。老师，现在我来留言你的。T 该你那么共融股的，的阿玛看共你干的，要被马屁巴的，所以全部的损失都赔偿有保证，都有全部的损失都骂哩骂那么天骂哩都有保险公司赔偿。全部的损失提干你那么共同股的都由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给你赔偿嘛，批发的。好，98取消了那天航班，因天气原因被临时。那我们怎么写？因天气原因，那天航班临时被取消了。应该哪里被临时取消了。被临时取消了。对，因天气原因这么录的，那趟航班被临时取消了。因天气原因，亚的乌鲁江没路过呢，亚的乌鲁千里江没路，爱得靠航班啊，被临时取消了，就是 emergency， 不，那临时是 emergency， 有的也干涉撇多吧的。好，可以，那我们继续往后，那个设计啊，写作里多没？把他妈的裤啊，假如写短文呢？好，请结合下列词语，奥巴词语的那结合必要不呢？要全部使用，公用东方梅顺序不分前后，不要写东方梅，不要闹东方梅，里面不需要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你80字你把写的短文里一笔把的。好，拍几包。风俗，比如表示特色，至今。风俗的里头呢，先拉不呢？比如马片俗音的表示破表的特色，朱家节的至今的那的前提的，老师的俗音就是风俗不？风俗说的里头呢，先拉讲多一面不？中国风俗也好，我们的缅甸风俗也好，的酷酷不？那风俗一面，马片俗音不？大概表示什么什么？比如朱家节的事业，的那的前马罗比如牛不？六零80字老一边呀的呢？好，就是老师说的都背他的把那龙里的有记不了把江亚的滚山秘密一段身边没来把那得查理身上比嘛撒一把。好，身上不清晰的过来呢而且秘密说的身上顾的江出来的江也的江出来的江也说过来也比多要撒败个现在是什么是骗你嘛说的把江亚的有多也没把人身上来身上比嘛得查理来一段就可以了。好的，第100个请结合这张图片，的图片呢帮 CBO 的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呢，短文的一笔吧，本六记笔了一笔吧的。好，那老师本六记来的起码八弄你了嘞。浇，他在浇水。他在浇水，就是浇花不呢？他在浇花，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吧。女生，那他，那你猜一下，他可能是谁不？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可以哦。我们还学过那个老舍养花，不是吗？学过。对呀，我们搬过来那里面的一些句子，这样的话肯定写得很精彩，
是吧？老师啊、就是他也可能是家庭主妇，那就我们也可以把他当成作家呀。哎，他喜欢养花啊、养花对他有什么好处？就是反正那里面的句子，你记得的，觉得比较好的句子，就是没有错误的，把它写过来就可以了，对吧？这样的话，可能写出80多字，但是你要控制好80字左右就可以了。好，可以吧？迪亚利奥亚美呢？可以的，老师。OK， 那我们第二套全部都做完了。